说到爱好，我特别喜欢旅游。我游览过很多地方，比如泰国、美国、英国等国家。因为我现在学习汉语，所以打算多去中国看看。中国很大。北京、上海这些大城市我已经去过了，接下来想去西安、杭州这些有名的城市，听说都很有意思，真希望假期长一些啊。你的爱好是什么？说到爱好，我特别喜欢旅游。我游览过很多地方，比如泰国、美国、英国等国家。因为我现在学习汉语，所以打算多去中国看看。中国很大，北京、上海这些大城市我已经去过了。接下来想去西安、杭州这些有名的城市。听说都很有意思。真希望假期长一些啊。你的爱好是什么？说到爱好，我特别喜欢旅游。我游览过很多地方，比如泰国、美国、英国等国家。因为我现在学习汉语，所以打算多去中国看看。中国很大，北京、上海这些大城市我已经去过了。接下来想去西安、杭州这些有名的城市，听说都很有意思。真希望假期长一些啊。你的爱好是什么？